伏牛随冬去，威虎踏春来。2022年，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共同主办的“文化近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还将呈现更多精彩内容，与广大网友共同欢度2022壬寅虎年春节。我是周深，新的一年祝大家平安健康，福运到，牛归虎跃，春意浓，辞旧迎新，喜相逢，和我一起云端过大年吧。